中国电力工人在50米高空睡觉的视频被传到了国外，引发了无数国外网友的点赞和集体的致敬。高空作业对体力消耗特别大，工友们为了节省体力，不得不在高塔上休息，就连吃饭也是在高塔上简简单单的吃一点。隔着屏幕，我们都能感觉到高处的恐惧和工作的艰辛。老铁们，当我们享受着光明带来的天伦之乐时，一定不能忘记给他们点个赞，向他们致敬，感谢电力工人的默默付出。他们坚守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中华民族的国泰民安。如果你在发现页看到他们，一定要给他们点个关注，并把它转发出去。感谢快手平台记录了无数这样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默默奉献的精彩瞬间，为他们点赞。快手，看见每一种生活。